事，你有冇感觉阿刘德华系对你有啲爱意咁样嘅咧？冇。Okay. 因为他没有对我说，我不知道。啊、那你呢，譬如你会不会演戏都会有些很投入？其实呢，我拍了这么久剧，我是在哪里开始我知道会自己比较投入，会去真的要喜欢一个人呢？戴运河和梁朝伟拍的。天下控制掌上，将爱全部退让。咁我嗰陣時係真正，我每一日都喺度諗緊，我係要好愛呢個人，因為我係套戲入面講我好愛佢噶嘛，我好鍾意佢。咁我嗰陣時開始，我成日好投入，我要好愛佢。即係你愛阿偉仔多過愛華仔係咪？係啦，當時係咁。